全肺切除术指的是当肺部的肿瘤以肿瘤为主的这种疾病啊，一般是肺癌、中心型肺啊，不管是发生于主气道，比如说左组织器官内，或者是右组织器官内，或者是上叶及气管内或者下叶气管内，但是要累及了相邻的肺叶，或者是累及到相邻的动脉、静脉，或者是不适合做肺叶切除，或者是勉强做肺叶切除，有可能残留的、癌残留的啊，或者是我们做袖式切除，就是尽可能的想保留一个肺叶啊，把它那个做袖式切除，但是呢，做袖式切除失败了，这种往往都要做全肺切除，以获得一个啥切除彻底。因为你勉强的切除肺叶，如果是留下来一个肺叶里面有癌残留，对于病人生存期影响非常大，也不符合我们的肿瘤的切除原则，所以呢，就尽可能做全肺切除。那么全肺切除，做全肺就是做彻肺叶上叶下叶一并切除，右肺呢就是上中下一并切除。啊，全肺切除后，啊，那么对于人的影响要比肺叶切除要大一些。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可以耐受的。